王北是哪一只啊？没有啊，还没下，还没下。切。一直老婆。这次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。我说正打。你搞嘛？哇！哇！哇！正打。小雨，你是说那个终极一班那个小雨吗？哪？终极一班有小雨？小雨啊，丁小雨啊。他那个没出来。就是那什么阿达啊。主要就是因为不放黄北。好吧，看我们汗水。他的黑色，黑色，其他地方黑色，黑色，黑色那边。然后呢？你看，这不是我专业。专业。第一组的换一换喽，才刚下去那闷闷的。12:20喽，56喽。不要骂你。我染的衣服太合适了，反正湿了不差那一点。不会啊，很香，很香。没有问题，而且还很干净，很净，而且很干。我拿去洗，我刚拿去洗衣店洗。王威凯讲的啊。来了，我们来洗衣店跟风。打哥，我打死我，这么心血来潮。因为我刚刚没看到你。给你心血。这是。我刚。我也不是很愿意啊。但是还是没办法。既然都考过了，那就得替啦。不会。不会啦，你怎么不告位置啊？我准备踢一个。不会啦。慢慢放着。少一点点。我一定要睡在后面。好，就放这里啊。让他拍，你就来，直接这样拍。我们比五点的。走啊。啊！一小哇，一百多。我就先开菜菜，人家喷吧，很舒服。下面讲吗？我帮你，我就是帮我拿冰棍的，你跑跑，我肯定生气。那就碰冰了，你管他呢？啊，对吧？马丽啊，冰棍。有啦，有功用，一下就是出手去了。加！
你想去的那个，不然走，礼拜一晚上跟我去。走了。不然等一下，你等一下接场，你可以现在去水了吗？去抱他。抱他。抱他。哇，你要去抱他，我也没关系啊。我会抱他下水。他不是脚痛吗？这中华大厨。只要是连基本养都会潜水。有。基本养他都会请那些人。你们要留在水有两场，有点是先跟黄林跑，送子啊，教练跑，然后再跟黄林跑。小雨先跑，小雨先回来。没办法，小雨太累了。不会，小雨中了。不会，送子还是要压一下重量跑。多啊。多啊，上大下。哇，掉，换他了。大概是你。三场最近的红米，开心啊！我们都走，直到最后一条全路，整个出发。记得也是火力脚步啊！我可以帮我抽掉脚步。不会啊，你这脚比以前好了。没有，其实他放很高。
消费一半算。我们几点了，陈？啊？我们不会演多比吗？有那么晚吗？我们比一点二十。还是说二十点二十？穿球衣进去啊！那你怎么摆他？他以前不穿球衣，他不想比赛，不想练身体，他整了。你就去对面摘几颗叶子。那老东，重要部位你就休息啊。那不是日本的 Forever 都
举例让我做一下。很少那么粗啊。那么粗也都不会被当成回了吧？没有。但是我应该是也三个粗啊。我三个人加起来就是三个。专业的，你要等。你要。按家放完手，你要等。我给二五。招式跟 OB， 招式跟进的 OB 吗？对啊，我们两个打平手了。没有没有了，给他们。没有了没有。还少差了三分钟。像你先接三个。哪有？你先干，他先干，第一个是啥？我是会给球衣的，不是会。不管，快点去买包啊！你这建议不给他。然后第二个就给大头，哎，这刚刚说是我们这种第二队的，对，五百的中吧，你去拉赞助吧。凭着我这样走跳是多这个篮球场多年，一箱饮料而已算了。多年，不然我也来一杯好了。学长的赞助，如果我再认真一点的话，一顿晚餐也不是问题。哎，问屁事哦！你是哪间的？今天开车。不是，因为我们赶回来都太赶了，来不及。你也是。我昨天被撞了。干你！被撞。坐高铁会有车撞。